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回到 Slay the Spire。今天就朝着心脏前进吧。然后这一次改玩猎手看看。我这样轮流玩有用吗？轮流玩好像还是破不了啊。重点是破不了关。走这边好了。中壳攻击攻击攻击，这一只就不会回血，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比较小心一点，但是还是得攻击，不然之后会越来越痛。匕首。小刀牌会被消耗掉，抽一张牌，继续玩毒的吗？就照之前这样那样子吗？升级一张牌，把中和升级一下。生存者中壳打击打击，发现现在才发现猎手是比较偏向虚弱，然后卫士比较偏向那个叫什么易伤。逃脱计划这个好了，走这里，有钱就来这边吧。多层护甲，一开始应该蛮有效的，只要不要被打掉的话。没有什么特殊的吗？战斗结束时，生命值等于或50，低于 50%， 这个可以算是小帮助用的吧，有一点小帮助，毕竟我不太确定能不能活下来。中和他，不中和就麻烦大了。我应该喝一下这个的。综合打击防御防御。攻击攻击攻击。我的攻击力被减低了。逃脱计划。综合攻击攻击攻击，又要被减低力量了。攻击丢七张再格挡。糟糕，男爵者，先这样子好了。再攻击，连防御都被减低了。逃脱计划，攻击攻击，哦，好险，好险啊！锻造一下，五点格挡，那个好像蛮靠运气的嘛。接下来应该先怎么做呢？六点伤害，
六点伤害可以把它解决掉，再用生存。中和他，逃脱计划，打击两次，隔挡一个。中和毒刺攻击，闪躲翻滚快斩，还是这个好了。接下来走这边上去，这样子好了。准备背包。弹珠袋，再锻造这个。现在是什么？哦，遇到小鬼区，小鬼区，他会给隔挡。有点麻烦，抽一张牌，这个打他，这个打他，啊，对哦，这个会集气变强力攻击。要来咯，糟糕糟糕，忘了这件事情了，呵呵，忘了他的特殊能力了啊，我应该先把它解决掉就好了。又选错了，我怎么老是在做奇怪的事情。闪躲翻滚攻击，中和他，打他，格挡，再打他，灵动步伐，来这里锻造一下。接下来这一只的话，一开始要怎么做呢？三点，八点，这样就够了。啊，应该用毒的。啊，有时候动作有点手速太快吗？也不是手速太快，虽然有比较好的选择，但是每次都会选到比较差的。不能攻击吗？没关系。还好拆信刀，早有准备。弹跳药瓶，好多只，怎么那么多只？先用这个，六点，大家都要打我，怎么这么故意呢？九点伤害，四成中毒。为什么是九点？哦，一伤，这样就挑一只来打吧。然后，这个。这样就三张技能牌，刚好都挡下来了，太好了！
再丢个技能牌三张。没有丢到三张吗？综合有谁是八滴血的？弹跳药瓶，这手为什么都打中他？太奇怪了，运气应该没有那么差、啊。攻击，攻击，闪躲翻滚。一二三，抽一张丢一张，丢弃。我一个血好了。史莱姆吗？灵动步伐，早有准备。格挡，攻击。我的格挡牌在这一轮都出来的话，之后应该就没有格挡牌了。被撞击，好像没有办法躲过这个撞击。抽看，选一张牌来丢弃，再抽，怎么都是攻击牌？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呢？六点伤害。九五减十二等于多少？八十三，再减六，没什么用，还是稍微防御起来好了。生存者，咦，怎么这时候分裂了？准备这个逃脱计划，综合弹跳酒瓶，生存者，攻击牌六三十八，十八点可以阻止他攻击。吗？十八点可以阻止他攻击吗？三四，好像没办法。欸，怎么这时候分裂了？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变了好多怪哦，好多只。防御与弹跳。状态好多，中了好多状态。解决一只了，
准备伤口综合逃脱计划带毒攻击生存者弹跳药瓶打击只要把它解决掉就好打击打击打击哦，还好不是一开始就结束打出一张牌就对所有敌人造成一点伤害吗这个是可以考虑一下不再丢弃升级还是这个好了变化一下走哪边好呢这边有精英怪唯一没有精英怪的路线就是这边哦就这里子弹时间灵动步伐闪躲翻滚防御防御防御逃脱计划扫腿丢一张牌扫腿丢不出去了再丢再丢靠着拆信刀的力量正在努力把敌人解决掉六点凌迟扫腿逃脱计划早有准备把这个子弹时间药瓶闪躲结束了最多保留两张牌给予敌人六成中毒这个好了没有兴趣哇好多牌出一张牌丢一张牌丢掉隔挡保留最多两张牌综合灵动步伐凌迟闪躲翻滚这个挣扎吧子弹时间丢毒中毒隔挡打击防御防御好热闹一直在攻击逃脱计划灵动步伐隔挡没有必要保留晕眩扫腿打击快结束了
吓死我，我还以为这一次都是晕眩牌。下一回合你就结束了，所以就这样，就这样吧。铁吉利，这个也顺便一下好了。有什么可以买的呢？中毒会额外中毒，这个应该对我来说蛮有用的。然后致命毒药，先，诶，有没有不要的牌？有没有什么是不好的牌？觉得好像还好。把打击牌拿掉一张好了。前进。首先，早有准备，丢弃一张牌，先中和他灵动步伐，闪躲翻滚，应该要35中毒还是不要呢？丢他，接下来子弹时间，临时铁吉利防御防御，刚好拆信刀的可以拿来用。弹跳药瓶，计划妥当。T321，灵动步伐，扫腿，535，刚好。这两个都保留起来看看好了。接下来又是15点。15点刚好，攻击保留这两个好了，反正他快结束了。如果他还执意这样子一直攻击我的话，没有什么好用的，跳过。升级牌，这下要升级什么呢？铁吉利灵石，那就灵石好了。接下来走这边，不想要阅读。接下来锻造铁吉利，往这边走。皇家枕头，灵狐，可以在萤火获得力量是什么意思？走这边，这三只怪有点麻烦。这样子。毒药得先把出现了，伤害力高的，中壳应该要用什么呢？六点格挡，铁骑跟六点格挡，或者15点格挡，虚弱，在铁骑里，至少这样子，逃脱计划，子弹时间，这个。
靠抽牌，攻，这算抽牌攻击吗？抽一张牌，丢一张牌，丢一张牌，三点伤害，得挡，毒药，结束，残影，这一张也留着，接下来往这边走，拜拜。现在没有兴趣，早有准备，丢一张牌，丢掉防御牌，再抽牌，子弹时间，这毒，应该是先这样子。混乱出现了，有点麻烦的混乱。保留两张牌，综合防御，它会变三点，还是会还是三点，没有更改。铁蒺藜只能这样子了。这个会更改吗？算了，子弹时间攻击攻击防御防御，弹跳药瓶三，然后打击闪躲翻滚，应该结束了。好险好险，走这边，赌50块，输了，呵呵，没有钱，奇怪，完全没有钱吗？战斗开始时获得加一力量，运动一下，至少有加一力量也好。计划妥当，先子弹时间凌迟，然后这样子，再打击弹跳药品，防御防御防御。接下来灵动步伐，早准备，毒药先丢弃，抽一张牌，灵动步伐，格挡，这个格挡，扫腿，然后综合带毒攻击，早有准备，把这个丢掉，用这个残影扫腿防御，11点，综合打击这个逃脱计划，应该用什么呢？牺牲一点生命值吗？他多点毒好了，然后格挡，
两张都留下来。综合早有准备，丢这个，再给他读，再给他组，再隔挡。我了，我他了，出现了，攻击力上升的时刻。还好，防御够高，早有准备。这个丢掉，子弹时间，小腿中毒，中和翻滚带刺攻击打击防御，不行，没有办法防御。还没办法解决它吗？中毒，防御，防御，防御。自己来打我吧。接下来没有兴趣。哦，尾巴出现了，尾巴先带着。只要看到尾巴就很想带着。毕竟没有尾巴，我觉得我很难打赢。走这边吗？想要尽可能少遇到一点怪的路线。这里会遇到两只，这里也两只，希望可以平安无事度过。先早有准备，然后先把这个丢掉，计划妥当，综合，然后灵动步伐，应该要用扫腿，扫腿，残影留着。这个也留着，接下来逃脱计划，子弹时间，凌迟，灵动步伐，铁蒺藜，弹跳药瓶，一个一个念有点困难。大概就是防御，防御，防御，防御。下一回合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这样比较快。结束，好险好险！全力攻击对所有敌人造成14点伤害，没有其他牌可以打出，没有其他牌的时候。前进，失去残影，失去计划妥当，精巧刺激。还是丢这个好，刚拿到而已，我才刚拿到它而已。每三个回合获得一点，虽然有点要想要那个，荼毒也没有够钱。包扎这个会消耗掉，还蛮麻烦的，钱不够。后面有，好像也没有，没有了。先早有准备，把这个拿掉好了。灵动步伐用一下，综合它一下，灵动步伐。之后防御，接下来逃脱计划，
子弹时间，凌迟，残影，翻滚歌档。扫腿计划妥当，铁蒺藜扫腿。这个先留着。还好我防御还算高，早有准备，防御牌还蛮多的。虚弱他。21.86，在哦，刚好刚好，没有料到竟然挡了下来，攻击他，攻击他，防御。然后没有牌了，12点伤害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给他中毒，中和，闪躲翻滚，结束。突然一拳，没有兴趣，往这边走。一开始会用到什么比较好呢？子弹时间，凌迟。接下来，灵动步伐，这个致命毒药，这个残影防御扫腿，其实我不太确定要用什么。灵动步伐计划妥当，然后闪躲翻滚，打击，先留着，之后的爆炸好像会耗很多血。这个5点伤害爆炸了，然后丢毒，哦，竟然是他！糟糕糟糕，喝一下。好险好险好险，我有喝，真是太不凑巧了。给他毒，这样就获胜了吧。早有准备，声东击西，再来引火，举重一下。走这边，好多一堆奇怪的生物。抽一张，丢一张，声东击西，催化剂。那个是之后需要用到的，
综合灵动步伐，灵动步伐，能量闪躲翻滚，残影，先这样子。催化剂现在好像没什么用。凌迟。先这样子。致命毒药，致命毒药。击隔挡，子弹时间，弹跳药瓶，这个。中毒成数，还是被打了，撑了很久还是被打了。丢一个吗？要丢什么呢？扫腿，再把它解决掉。接下来只要一直防御就可以了。就是这样，这也是能力牌，能力牌吗？算了，收集一下能力牌应该没关系吧。疯狂两张，磨刀石，竟然遇到他。逃脱计划，早有准备。把这个拿掉。子弹时间，凌迟，灵动步伐。这个，这样也算有出牌吧。灵动步伐，残影，防御，疯狂，综合，一直在用奇怪的被动能力。逃脱计划，综合，翻滚，扫腿，残影。这一次就负责放毒好了。早有准备。把这张25点伤害。
毒药，残影毒药。残影防御毒药，结束，好险结束了。接下来往这边走，想不到竟然会遇到，真凑巧。买这个好了，再买一下，这个吗？又是这一堆，怎么每次都是他们？选一张牌，丢一张牌，每次都是他们。防御，切割灵石，糟糕，弹跳酒瓶。扫腿，逃脱计划，灵动步伐，综合。子弹时间这时候出来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作用，出错时间了，难道这就是报应吗？完蛋了，好吃力。九点格挡，失去一点力量，一层虚弱。二十点，九点，这样子好了，这好像没用。扫腿，扫腿，带毒攻击，铁蒺藜，至少活下来了，至少活下来了。总算活下来了，啊，好难啊，休息一下。这个的话，子弹时间、凌迟、计划妥当、铁蒺藜、声东击西，选择一张牌，在下一回合。在下一回合将三份这张牌的复制品放到你手中。弹跳药品，攻击之防御，防御，
这次的攻击都那么高。等一下又要回血了。综合他铁骑防御，太好了。最后一个就休息吧。哦，甜甜圈出现了，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计划妥当，声东击西，没有兴趣的牌竟然出现在手上，疯狂，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毒药，需要防御，扫腿。甜圈，哦，甜圈，我是不是应该先把甜圈解决掉比较好？扫腿，防御。26点，子弹时间零时，灵动步伐，铁蒺藜，弹跳药瓶，闪躲翻滚。没有办法成功呢，好难哦，好难啊！虚弱50%，防御防御，切割，这只会给晕眩牌。残影，还要再快一点。但时间，弹跳，防御，防御，现在就来努力玩格挡。12，现在在神秘的切割，再给他毒，再给他毒，再防御。有机会获胜吗？接下来
八点伤害，先这样子。解决一只，接下来子弹时间，哦，获胜了，获胜了，再一次到达攻击，叭叭叭叭叭，造成60，终于，接下来胜利问号，又。哎，这样子53种 BOSS 是不是都完成过了？这样的话，因为五次心脏或者是出现了难度会比较高的五次心脏或者是三种第三层 BOSS 都破关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开启这个了。金出现更加频繁。然后之后就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这样。耶，终于成功！之后再继续往难度更高的关卡走吧。OK，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